Angie 在接下来做极限挑战的是哪一位创作者呢？我有时候问黄浩的时候，黄浩还是会有人没有写，他们是第一个。我有点傻眼，老是生气。有人想换对象，请问黄浩的第一顺位是谁？两位还没有出来的男生先出来，就有待就是这个节目到最后彼此的感情线怎么走了。TVBS 42台为你唱情歌。